半夜经常坐鸡，不是那鸡。他怎么吃都不胖，不是他半夜坐鸡。比我小的人，他也会比我差。但是朱赞景是怎么吃都不胖，他半夜经常会吃鸡，不是。半夜经常坐鸡，不是那鸡。半夜，反正就吃的挺好吃的，然后会给我发。不是不是做鸡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做的，反正他给我发了就是鸡，但是不是他做的我不太知道。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他怎么吃都不胖，他怎么吃都不胖，不是的半夜做鸡，不是。哎呦，比我小的人他也会有比我长的地方，比我就长处嘛，也会有长处，所以就这个也是需要多学多交流，就是这样。但我一般就是会还是会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你们真的太可爱了，是见到了最谦虚的两位。不是因为就是晚辈，你要看他得有多小，他如果特别小的话。闭嘴吧！他如果特别小的话，我会就比较同情，比较光说他沉的，对，就比较关爱，因为他很小。好的，我们明白了。是因为他很小，对，这怎么想象？控制不住，别圆了，圆不回去了。啊、他一般都请你们吃饭、啊、还是唱歌、啊、还是喝水、啊、还是什么？就开车啊，不是，就是开车，不是。我跟你说，明天你又上热搜了。解释一下，解释卡丁，不是我，对，卡丁车，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比较就是剧烈的运动。哦，所以一博喜欢开车跟剧烈的运动。对对对对。哦，懂了，竞技类的运动，懂了。好，不是，就是一博挺那个什么的，我其实也挺那个，我俩挺那个什么的。然后一博的话就是胸肌博，不是那个叫激情。